边是不是有人没有在唱歌啊？都别人在唱。太棒了，同学，你真的太棒了。参与的部分在哪里？我跟他是心灵在这边投入在一起。你要不要想一下，你可以做些什么？我现在想，就回来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有道理。就回来吧。哎、，excuse me， 你吵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回来吧。如果他没唱的话怎么办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焦老师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高雄医学大学。既然来到这个学校，一定要找找这个学校玩音乐的学生们一起出来 PK。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 PK 完全就是要努力了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，因为输了也是会有惩罚。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了这几位都是来自吉他社的同学，热烈掌声。因为这是影片 ，OK， 然后我们自己后置。今天是这样，我们就分成三组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快速的组成一个弹唱的队伍，然后我们来 PK 一下，看到底谁哪一组队呢唱的比较好听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我要唱歌，他要唱歌。我先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先不用解释，我先跟，反正呢，就是吉他社的同学会自己组成一组，我觉得他那一组应该会坚不可摧，应该是。然后呢，我们两个也会组成各一组，然后看看现在吉他社的同学到底都在练习什么样子的曲目，我们必须挑战在15分钟之内把这首歌学起来。然后就进入我们的比赛环节。好，好，然后现在是用抽签来决定，我们抽到是哪一位吉他手的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进入讨论的时间，看看我们要讨论出来要唱什么曲子，然后在这里公布完之后各自练习。你会唱什么曲子？最近练什么？基本上应该都会。哦，太好了，我选到一个什么都会的人。哎、欸，我刚跟你练的是什么？好好好。Oh my god， 你要唱那个？他说他都会啊。Nothing's gonna change my life。好，就那首。哎，表现我们非常 international。你们要什么啦？这样。要选同一首。不用啊，不用，随便你们，你们就最好表现就好。我们这边是有平板的哦，你看他的歌单一直滑。我们这边都被捕的啦。人质会不会？张惠妹会。Oh my god！ 张惠妹人质，我最近的爱歌，对，好不好？你前你连前面 solo 都会。要 solo， 要 solo。我们这边有 solo 呢。我们这边抓歌抓很快啦，啊，你们那边呢？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好了，你们先公布你们的曲子。好 ，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。我要唱张惠妹的人质。在你心上开枪 ，Go！ 那我要唱告五人的《爱在夏天》。OK， 那我们现在继续练习时间。我跟你讲，我的绝招就是，等一下让他自弹自唱，我在旁边就是拍一点手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节奏组，剩下的。那你查歌词有用吗？啊？你好像歌词也用不到。我要跟节奏啊。哦。很小发生的事你忘了吗？好听耶，超好听耶。因为我们不用唱全部，所以就是一个主歌一个主歌。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所以你今天这会四小节之后，我再唱人质再整个，对不对？我们从这里来。你满意吗？是不是有人没有在唱歌啊？都别人在唱。就慢慢的忘了吧，外面它太复杂，就闭上眼睛就拥有一切的。太棒了，同学，你真的太棒了。参与的部分在哪里？我跟他是心灵在这边投入在一起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的心是在一起？有看到没有？是吗？我来去跟其他队伍讲一下。所以等下就点头就好了吗？啊？你等下就点头。你觉得我等下可以干什么？我觉得你等下可以干什么？打鼓。打鼓好，好，弄点打鼓。哎呀！我在练啊。还在练啊。如果爱是说什么，头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。我觉得他还要再练一练，我再教他好好练习一下，这样有可能会输。这样就对了，现在再赶快多练习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去那边听了一下，他们蛮强。
进来的那个我们的爱那边，就是可能先安静，就是先比较小声一点，然后再打。你要想一下你可以做些什么。我现在想一下，还是你教我唱一下这种。好，那就我唱一点东西。回来吧，哇，这蛮高的哦。哪里吧，这个 Ray 嘛，好啊，对。就回来吧，哎呦呦呦，有趣了，有趣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就回来吧。对对对对对，有到了，就回来吧。哎 ，Excuse me， 你吵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回来吧，我们不会输吧？如果他没唱的话，什么时候不开心嘛？有人在等你呀，有人在等你呀。哎，我们要不要来和声一下？你不要闹人家，人家现在已经很尴尬。就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有人在等你呀，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，就回头留下吧。我们这组应该是赢定。这个我先讲哈，这个我觉得默契的评分应该是要占90%才对。来唱吧，唱吧。啊，默契最重要。我们是在合奏的 ，OK。我们现在为大家带来这一首是叫什么？毛不易的《盛夏》。OK。那是日落时候轻轻发出的叹息吧，昨天已经走远了。明天该去哪呀？相框里的那些闪闪发光的我们啊，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？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，叫到嗓音沙哑，却再没人回答。车呼啸着驶过，驶过寂寞或繁华。曾经年轻的人啊，也会想我吗？就回来吧，回来吧，有人在等你呀，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，就别走了，留下吧。太复杂，多少次让你热泪盈眶，却不敢留下。非常棒，太棒了！我们这一组真的是默契绝佳。你只有唱三个字吗？啊？是刚刚唱那三个字吗？我刚有唱啊。三个字那个吗？啊吗？啊。哦，评审，刚刚有雪亮的双眼啊。好了，下一组啦。发着光，眼神是迷茫，却留给我想象，怎样的美梦才不会醒呢？如今的夏天，花都开好了。
谢谢。这首歌也太难唱了，你唱一句，唱一句。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，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就不怕要封信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，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忘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没差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下场，你满意吗？我们道别，说话。谢谢。所以现在来到评分的时间了，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评审团会怎么样给我们打分数呢？我们今天请到的评审是非常说服力的，因为都是学校的吉他社的同学，还有流行歌唱社，所以他们对歌唱是非常、就是、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会给评审每个人就是手中有一票，然后这一票是选出你觉得最后一名的部分。嗯、那我们最后一名就会有一个得到一个奖品，就是可以拍一支很棒的 MV， 我们就放在片尾，大家不要走开哦。嗯、觉得第一组是最后一名的，请举手。我蛮想访问另外两个人，是想当好人还是你想投谁最后一名？我觉得大家投票好了，我们现在的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名的冠军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直接进 MV